这里有一个攻击速度唯一的玉米迫击炮，当他遇到一个坤坤僵尸的时候，他很快就被消灭了。那如果他的攻击速度为10000呢？你干嘛？坤坤僵尸瞬间就被秒了。那如果让他来挑战10万血量、20万血量、50万血量以及更高血量的坤坤僵尸，那么他最高能挑战到多少万血量的坤坤僵尸呢？第一次挑战，挑战10万血量坤坤僵尸。综上所述，攻击速度为10000的玉米迫击炮最高能消灭500万血量的坤坤僵尸。